住着白日梦姑娘，梦里梦外小像棉花糖，点燃仙女棒，闭上眼等待她出场。树洞男孩心事在躲藏，跌倒爬起星空下仰望，穿上西装变成她要的骑士模样。谁能没有受过伤，伤口是一种蜕变的力量。不完美又怎样，雨过天晴遇见了光芒。不完美也漂亮，半双翅膀也能够翱翔。不完美又怎样，只要对未来还有满分的期望。爱情总有落脚的地方，那不完美的你我你不用保持身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爱。你的土味情话真的好土。完全聊不动，就感觉真的是十年老夫老妻，感情已经消耗殆尽了。别气馁啊，人的真心是可以被感受到的。我也不相信咱们这么多年兄弟了，你一直不肯原谅我。现在是度蜜月，接下来还要办婚礼。我是要离婚的人，怎么跟要结婚一样？你反悔了吗？你不想和他举行婚礼了吗？那倒没有，毕竟得帮他恢复健康嘛。他现在还在应激障碍的状态，我们得配合他。你是不是不想承认，其实自己还是有点小期待？看什么呢？哎呦，这不是那天把咱俩撂倒那个小姐姐吗？喝两杯。哎哎哎哎哎哎！阿唐，阿唐，你们又想干什么？我们什么也不干。你们不许再动我的女人。我没什么意思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厉害着呢。我上次就是保存实力。我就是想跟小姐姐，我就想。哎想交个朋友，哎，是是是，没别意思，对吧，大哥？啊，上回喝多了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大哥多有得罪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神医啊，你哦，没事儿，就是被划破了，没事儿了，没事儿。你
哎呀，回去洗洗就好了，没事儿，真没事儿，你放心。啊，要不你们先回去，我跟孙岸处理一下这里。行，走。放心吧，嗯，接回去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接回去。看点脚。孙岸，你为什么跟我一个尺码？你以前不都说你买错码了才给我衣服吗？那衣服、蛋糕、手机，还有房子。哎，房子真不是啊。胳膊没事吧？男人。醒了，早安。哦，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化妆？这样不是好看一点吗？有句话叫“女为悦己者容”，那你就是承认我是你的悦己者了。想吃什么？去做。算了，回去吧。你不是受伤了吗？哦，对了，今天我还有事情，待会儿等你下班时间再去接你。好啊。你头发是不是长了？是有点长了，没事，一会儿我去理发店剪一下就行了。我帮你修吧。你？化妆造型不分家，以后我就是你的 Tony 老师。
是吧？啊，没事。嗯，头发要不我给你改成板寸吧？哎，不用，唐宁老师辛苦了，我很喜欢。我上班去了。这怎么行啊？没事，走了。 你说的不对。什么不对？你跟我说，你跟沈怡的关系很好，是因为我的出现才让他抛弃了你。可是这几天我自己看到的是，他一直在拒绝你，这跟你跟我说的不一样。那又能说明什么？这说明，就算回到了10年前，他喜欢的一直是我。 可你怎么知道沈怡对你不是补偿呢？至少我喜欢他，我就一直不会放弃。别忘了拿你包。 你刚跟他说什么了？他脸色那么差，我跟他说，我恋爱了。什么？哦，你跟谁恋爱了？沈怡是不是又绿了？我跟沈怡结婚10年了，但是现在却像在热恋一样，我甚至有一种我出轨的感觉，新鲜又刺激。 哦，那你这个形容的话，你们两个是有新鲜感呢，还是没有新鲜感呢？我乱说的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这么早就走了？我跟沈怡约好了，我去接他下班。哎，想什么呢？我觉得沈怡就快要成功了。 今天有点帅啊！有点帅，有点超高。陈毅，怎么了？你今天这头发怎么回事？哦，换了个发型。我先带你去我做头发的工作室，正好路上有事跟你说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所以不用了。 你不知道，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。我不想看你弄成现在这个样子。
你今天顶着这个头发在公司开了一天的会，大家看你的眼神都是戏谑的、诧异的。如果是因为我说了你两句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其实你喜欢的不是我，你喜欢的是一个你想象中的沈毅。秦阳，你真的很优秀，但是我只喜欢孟辉，因为我们两个可以彼此包容对方的缺点，他可以改变我，我也可以改变他。就像这个发型不好看，但是他剪的我就喜欢。你离职吧，谢谢你这么多年为 IS 做的一切，辛苦了。至少在公司里你可以把我当成一个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。他说我不懂夏美，也不懂你。沈毅，你这样绝不会开天窗的。我负责。秦阳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对，我是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我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，只是因为能与我喜欢的人相匹配。我敬你，从今以后一别两宽。你让穆回放心吗？开心吗？开心。那有没有恋爱的感觉？有。新婚快乐。怎么了？你是困了吗？今天起那么早又到这个点了，当然会困了。不过现在跟你约会我立马就清醒了。你都跟我有恋爱的感觉了，怎么会不犯困呢？你不是说只要说服孟回让他相信你们彼此相爱他就能恢复吗？那现在怎么不行了？
那接下来怎么办啊？回到原点，试试和孟慧离婚，看他能不能恢复。当然不行，我明明有不离婚就能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为什么要离婚？我不能放弃，他是爱我的，我肯定是忽略了一些细节。你说他一开始为什么会怀疑你们之间的爱？因为上班，他们现在不清楚他们之间感情里面有没有掺杂着别的东西。对了，你们有没有觉得他这一次和以往的不太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以前他都会觉得自己脸上没有疤，会化妆把疤遮起来，而这次他居然明晃晃的把疤露给大家看。这道疤是他的心病，是他患应激障碍症的根源。只要去掉这道疤，他们之间的感情就是真的。对，我要帮他把这道疤给去掉。怎么去掉啊？史密斯教授。史密斯教授。沈总，今天已经安排所有员工去实名注册预约史密斯医生的手术了，只是想要得到他们的名额比姚浩还难。姚浩，我摇到了，多久多久？两年又八个月。我想确认一下，我是真的约到史密斯医生的手术了吗？是的，沈先生，已经为您预约了下星期孟回小姐的伤疤修复手术。可是，我是这两天才预约的，说是要排到两年后，怎么就提前了呢？啊，是这样的，这次不知道为什么，随医生主动联系了我们老师，同时还讲了您和孟小姐的故事。我们老师看了孟小姐的微博和视频，也很想帮帮她。所以答应了随医生的条件，临时安排了这次手术。你说这是随案的条件？其实我们老师一直都很想与随医生合作，但随医生之前一直拒绝，说是因为他在中国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走不开。你怎么来了？这都几点了还喝酒啊？我这刚下班，明天还有工作呢，陪不了你。随案先生和我们史密斯教授签了合作协议，很快随医生就会来英国和我们一起工作五年，也更方便照顾术后修复的孟小姐。这算怎么回事啊？知道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是不是想让我一辈子都欠你的？你不是说是我在补偿你吗？怎么这会儿又变成你欠我的了？
手术做完以后呢，你们就不会再疼了。感情呢，也就理清楚了。兜兜转转，生活像画圆圈，逃脱不掉，后退不了，早就习惯这嘈杂世界，但我能感到你在此间。那你呢？靠近你以前，我倒数时一锁想找到五年，想抱紧你，为此我宁愿再等一千年，直到遇见你。没关系，我觉得这样很值得。如此无与伦比，你的双眼像钻石凝视着我，你是只要去掉这个疤，他们之间的感情就是真的。真燕，我这是帮你的最后一次。咱们俩之间的事情，不要跟任何人说。时间可以过得很快啊，你看看你，你跟孟回这一眨眼都结婚十年了。好了，别哭了，等孟回脸上的疤去掉之后，他的应激障碍症也就好了。史密斯医生的手术，说是在网上看了我的视频和微博，很想帮我做手术，所以破例增加了这次机会，邀请我下周去英国做修复手术。这很好啊，我陪你去啊。我放心不下神医，毕竟他还在应激障碍状态里。我们大家都会帮你照顾他的。可是他的应激障碍症也是因为我。当年他就是因为伤害我的事情，所以耿耿于怀。如果我现在离开了他，他变得更严重了怎么办？孟回，修复伤疤是你这辈子最想做的事情，对于沈毅来说同样重要，不要胡思乱想。
三十二出来。做完了。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我来帮你收拾办公室啊。你工作那么忙，哪有时间收拾啊？累不累？吃饭了吗？不累，吃过了。 突然找我过来，是不是有什么惊喜要给我啊？我可能要去英国出差一段时间。哦，出差啊，去英国，那多久能回来？我才刚跟你在一起，又抛下我一个人，那最多给你一个星期时间。怎么，不是一个星期啊？一个月？ 五年。哦，5年啊！未来我必须去。5年，我生个孩子都会管你叫叔叔。 这次去是为了帮梦回患伤疤修复手术，他现在这个情况，也许修复以后会好一些。哦，要是为了梦回啊，你跟我一起去好不好？英国，伦敦时尚圈很早就有人叫我去了。 什么贝嫂啊，安娜温图尔啊，卷福啊，哈利波特啊，给我打过很多次电话，我都没去。模特的事业能有几年呢？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，你有想过问问我？ 凭什么觉得我会跟你走啊？一开始我排在神医后面，梦回出现以后我排在神医和梦回的后面，现在我排在你自己的后面，我一点都不重要。看吧。 都懒得跟我解释了。啊，对了，给你看这个。 你要去多久啊？一周？手术加修复，怎么的也得半年吧，最好是都在那儿。啊，那我陪你去吧。可是公司离不开你啊，而且下个月还有产品的发布会。没事，我会经常去看你的。放心，我又不会跑。那，你想说什么？ 你回来还爱我吗？当然了。你以后生理期能不能不要吃凉的了？知道了。 可是冰淇淋真的很好吃。嗯。你好好休息，别乱活动了。我一会儿帮你收拾行李，你想拿什么，你指挥我就行。英国那边气候应该跟我们这里差不多，不过你好像要调几天的时差。我网上搜了一下，最快的调时差的方法。 就是你24小时不吃饭，第二天的7点钟，你吃第一顿早饭。
这样你的身体就会觉得是新的开始。好像不能让你24小时不吃饭。前几天我买的零食，我放到你包里一点，你饿了就吃啊。你不用管孙安，他不吃甜的，不会跟你抢。我办了一张我信用卡的副卡，你随便刷。够了。啊，你多喝一点。什么味道？怪你，我要是自己煮就不会这样了。哦，对了，英国的冬天比我们这里早到，要带点冬天的衣服。我找找。哎，你是不是太紧张我了？你这一走就是半年，我紧张，也担心你。我担心你吃不好，睡不好，没有人陪。怎么会呢？你不是说会经常来看我吗？还有魏磊、阿桃，还有孙亚。你想啊，我一个月要见4个人，忙都忙死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明天早上别忘了提醒我带上你的星星小夜灯。叫妈妈，别感冒了。啊！切！今天降温，你怎么穿那么少？今天约拍杂志，谁知道这鬼天气为什么突然降温？你一个弱女子，提着这么大的行李箱，神医也不说送送你。要不还是我送你吧。没事，不是说好了吗？让阿桃送我，你待会要开会，别耽误了。好吧。魏磊，啊，你要不和我一起送莫去机场？孙安也在机场。到了那边记得给我打电话啊。之后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很棒，再来一个。好，好，这个场景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下个场景还有2套就结束了。您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呀，穿上点吧。来，别冻着。你穿吧，我不冷。等一会儿拍摄结束，带你吃大餐。
师傅，麻烦您快一点，我赶着飞机呢。好的。喂，沈毅，我忽然想到，如果孟辉去了英国，那边的时间还有这么多陌生人，他的时间观念会不会穿帮啊？你放心吧，我会一路上陪着他。我跟史密斯教授那边已经沟通好了，会配合他的时间概念。还有，我约了最好的心理咨询师，等他术后修复的时候也会照顾他。那太好了。你放心吧，你那边收拾好了就赶紧过来，好好陪陪他。抱歉啊，久等了各位。那我们开始汇报工作吧。接下来我来汇报一下 LS 公司在股市的财务状况。稀释是0.45元，每股收益基本股本摊薄是0.45元，每股净资产 BPS 是8.90元，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是-0.21元。哦，老板，今天是想聊什么呀？哦，时间我发给你了，你帮我订一下后天飞英国的机票。哦。可是那天我们不是约了3家公司的总裁开新季度的商务合作会吗？往后推啊。你们没有我活不了吗？是啊。以后每周给我订一次去英国的机票。你们不能什么事儿都让我来解决吧？我也得陪我老婆呀，我是有家庭的男人。飞机要起飞了，但孟回还是没有来。喂，我听虽然说了孟回没去，但是孟回也没有来找我，我担心他看到外界的时间或者什么，你快回家看看。好。沈总，来，沈总，孟回。因为你每次伤心难过的时候，都会来这里哭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不是想去那个伤疤修复手术吗？我不想去了。你是害怕手术吗？其实只是有点难受，不会痛的。你不要怕，后天我就飞过去陪你。我不怕疼。那是。我不想离开你，而且还是在你这个时候。你连个胶水都煮不好。要是我离开你，谁来照顾你？我，你因为我，放弃了一个你这么期待的手术。沈毅，我已经不在意这道疤了。在爱人跟手术之间，我根本不用选择，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做。爱人。是啊，我爱你。你比伤疤更重要。你能感受到我的心吗？
你别这样，这是我做的决定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不，有关系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有那个什么应激障碍症呢？我要是不跟你说，你是不是已经在飞机上了？我跟你一起去，你看我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好得很。你不要留在这儿，你一定要去那个手术啊。你知道你有应激障碍症？走，我们现在就走，我们订最早的机票，实在不行我们坐私人飞机，一切还来得及。所以你是真的好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们去把伤疤修复了吧，好吗？为什么？美丽的原动力是人为悦己者容。兜兜转转，生活像花园圈，逃脱不掉，后退不了，早就习惯这嘈杂世界，但我能感到你在此间，靠近你以前我倒数时间，想找到你，想抱紧你，为此我宁愿再等一千年，直到遇见你。美好的不真实如此无与伦比，你的双眼像钻石。